我啊，你手好大？还没有啊。没有喝吗？那个老中医说脚的时候不要动，不要动。我太无聊了。好了，等我来搞。好好。你去帮我把饭搞起来，再来搞吧。我的。我的。好。我裹我的，我这搞菜给他洗。简单点炒个牛肉丝吧。腌牛肉，加点水，把它血水泡下，血水泡下，它炒出来没那么黑。把水挤干，开始腌，少来一丝丝盐，来点酱油，来一点点蚝油，来一点点胡椒粉。抓到沾手的时候，来个鸡蛋清。只要蛋清，继续抓。加点生粉进去。牛肉腌到，我给整辣椒。来点粗辣椒，这个辣椒就是泥巴多，辣椒切那个切丝。这个辣椒还有点辣，切的手有点辣。切点生姜大蒜，生姜切丝。开干，倒点点油，先把辣椒炒一下，少放一点点盐，炒至断生就行了。少油炒牛肉，牛肉下锅。先把牛肉
食炒香。牛肉把它腌好了以后，它炒的时候它就不会粘锅。姜蒜，再来点辣椒酱，继续把牛肉丝炒香，把那个味儿给它炒进去。然后把辣椒放进去，放点酱油就行了。起锅，不，快点啊！开始，这儿那个又是几个下饭菜。嗯，我果然。花了那个好了，哎呦哎呦，好的。医生说，叫你不要动，你就不要动。嗯。就你尽量的少动。嗯。嗯，你要中小那个。你要晚上再搞酒喝，不然你不要喝。俺老公也开的那中了十号。嗯。就那种煮法呢，他那几辈人那个啥，嗯，那牛肉炒青椒毛的，嗯。那青椒还是有点辣。嗯，那个这院长接的青椒好像味道好些。嗯，我上一次里面还有个虫。没打过油吧？鸡肉也是嫩嫩，嗯，你这个是啥？厉害着呢，酱汁都热了。那个鸡公天天晚上几点钟开始叫啊？凌晨三四点就开始叫啊？我昨晚上不好，我那药酒又喝水多了。他叫呀，停一下，然后再隔下又叫。那我这我听到了。你看黄瓜是原装的，嗯，我到处长的都是，吃吃完了，嗯，吃完个兔子去，兔子去，嗯，这两天气又蛮热的，嗯。
吃吃黄瓜。那给你告诉你呗。油你都不吃啊？咱牛肉不老吧？老，不老，还麻烦。